我最幸福的时刻啊，就是看着他摇摇摆摆地跑过来，用力亲我的脸。和宝宝在一起，我总是素颜的，因为最自然的肌肤状态让我感到安心。为了宝宝，我选化妆品，希望它是安全的，就这样和宝宝亲密的时候才会更加安心。美从素颜开始，欧珀莱。